大家好，今天我們呢就來到社洛，即是哈嫂的代理商和邦卡拉的代理商和邊樂夫的代理商，諸如此類 很多產品的代理，全部都是最專業最頂級的產品來的。我們先介紹一下，這一位呢就是產品部經理Raymond，好多年，係啦，好多年嘅朋友啦，好多年朋友啦，識咗十幾廿年都接近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就我要多多謝咧，就係呢間公司啦，即係社洛啦，咁同埋 Raymond 咧，佢哋咧就贊助咗我好多年，咁咧就亦都 support 咗好多年，咁呢啲老朋友嚟噶。多謝你支持我咁多年，真老朋友。咁我哋點解會請阿 Raymond 亮一亮相咧？就係、今天我們很想他介紹我們全世界即都是頂級的閃燈系列的，那個品牌叫邦卡拉，很多人都應該聽過了。現在呢就帶大家來到現場，就由 Raymond 就跟我們介紹一下那些產品有什麼特別的功能和好處。好，多謝你先小樂。咁啊，我再同大家講下咧，因為邦就邦卡拉香港嚟講，專業攝影市場嚟講，就真係佔好大部分嘅商業攝影師拍，尤其拍啲大型廣告啊、專業廣告嘅攝影師都會用。其實大家可能有機會好多時係喺啲廣告嘅啲宣傳片啊、啲 making of 啲片咧，會見到係啲產品嘅。咁啊，而家我俾大家介紹下，大家就見到，真係好熟口面喎，個 logo 咁樣。好，那我們去介紹產品啦。好，我簡單介紹幾款邦卡拉比較熱門少少嘅產品俾大家。嗱，大家見到呢把係叫 Pala 嘅一把大遮啦。咁其實大家會見到佢好熟口面嘅有時，因為其實點解咧？其實嗰時大家會睇到啲廣告片咧，啲明星就企喺呢把遮嘅前面好似而家咁樣，就扮喺個 studio 裏邊拍緊嘢。因為呢把遮其實我哋啲攝影師咧，即係香港攝影師有業界個稱號嘅，叫佢做攝影師偉哥。點解咧？唔拍得都睇得呢把遮，因為睇到呢把遮就知道，你個專業影流入邊。所以呢把就好細把，呢把88cm 啦。佢最大個把3米3，即係成個大圈，我哋呢個樓底都打唔開，即係都唔係咁多地方擺開嘅。香港人要啲片長啊，去到5-6米樓底啲地方用一隻。咁香港用得比較多，可能2米2嘅比較多啦。大家會平時喺啲廣告會見到嘅，咁啊，就依把咧就比較，因為其實依把遮睇落，佢個設計其實佢係等於20幾支燈圍住咁樣一塊片，就等於一支燈個反光，就唔同嘅角度咁樣射翻過嚟，所以個效果咧又唔係油光箱咁油，咁出嚟啲效果，但係佢咧又唔係好似反光罩咁硬嘅光，所以好多攝影師中意用佢嘅，即係影人咧，影人像咧係非常好用嘅一把遮。好，嗱，呢個其中一個香港比較多，大家都可能有時真係要見得到嘅。咁啊，呢一個係另一款比較熱門少少嘅產品啦，就係Siros 系列嘅單燈。咁呢個就電池版，即係可以用電池嘅，喺外帶用咁樣。咁啊，其中一個最好優點咧就係佢嘅基本上個 panel 嘅輸出啊，所有控制可以喺手機一個 apps 裡面做曬。咁你想去試下？Model 連開關啊，咁你都可以，即係所以支燈擺好高，你都唔使話要爬上去調校，咁喺曬喺個手機裏邊可以做咗大部分嘅功能都喺度做曬啦。咁啊，依個係比較新款嘅一個產品啦，喺邦卡拉嚟講。